这地咱不要，咱回去。李永琪，这儿了，这儿了。儿子，爹，你就别拉我了。你说你怕啥嘛？你说你，人家局县长都说了，这地呀、啊、本来就不是他赵扒皮的，那是我们大家伙的。我就不相信他赵扒皮能扒我第二层皮，胡子。 永琪，来，给我兄弟点点。这块儿，从这儿到那儿都是你的地了啊。这，你不行，你不行，来，咱换个小伙子。我怎么不行？永琪，白茹当兵都2年多了，没关系，打吧。来，打吧。真打了啊！白花。 白花，别走啊！你也有一份。白花，白花，白花，白花。局县长，哎，局县长，这几张呢都没有什么问题了。这个应该是葵花家，咱们去看看。走，走。 局县长，土改工作队的白花姐，别动。 你们是不是来赶我走的？我们不是轰你走的，我们局县长看你一个女人家过日子不容易，想帮你一把。俺在这儿是等俺柱子的，俺柱子是回来找我的，他会回来找我的。槐花，这块地呢，已经划过来了，桩子都给你打好了。 你只要在这上面摁个手印，这块地就是你的了。俺不要地，俺要是要了地，他们会更恨俺了。那你要是不要地，你光靠搓绳子，怎么能活下去啊？快，槐花，你男人老北风回来过吗？ 没有，我一直都没看到过他。你是他老婆，他就不会来看你？10年了，俺就当个死了。槐花啊，你在夹皮沟都5年多了，你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儿，这个呀，大伙儿心里都有数。 工作队呢，看你一个人生活也挺困难的，所以给你划了一块地。你要是暗中还和老北风有来往的话，你可得告诉我们。
你要是知情不报啊。县长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呀。这样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。你们要是逮着他了，你们就劈了他，砍了他，砸了他，杀死他，怎么都行。来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快起来。哎呀，有话好好说啊。就是在这儿，你别哭啊。等俺儿子，等俺儿子，俺今天要是找着儿子，明天俺就回关里去，不在这儿待。槐花，你别想太多了 啊。来，这个呢，给你放到这儿。咱们先走吧。哎。现在是凌晨3:10，也许是好日子太让人高兴的缘故，这些天呢，姐姐一直睡得很少。掐指算算，离开牡丹江到夹皮沟土改已经1个多月了。眼下姐姐带领土改工作队在夹皮沟做收尾工作，再过几天姐姐要去杏树屯解决土改夹生饭的问题。那里啊，夏天分过青苗，但后来没有拱不住。我把白茹从部队借过来了，她现在是我的通讯员。这姑娘表现得不错，一看到她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你，小波儿。这是姐姐的一个心事。局县长，谁呀？我是六旗。六旗，啊，快进来！局县长，快，虎子进来，快！局县长，啊，我看今天晚上要出事儿啊！怎么的呢？赵扒皮他们家呀，那个灯一直亮着，一直都没有睡觉。我看那个赵老四骑着马出村口了。是不是到那个奶头山去找许大马棒去了？赵老四，赵老四啊，是赵扒皮的炮手，原来也在奶头山当土匪来的，现在给赵扒皮他们家看家护院呢。那你估摸着呢？我估摸着呀，肯定去奶头山找那个许大马棒下山来了。永琪，村里有多少人会打枪？会打枪的人倒是不少，可我怕他们不敢打许大马棒。为什么？局先生，就你们这几个人，这几条枪那是打不过他们的。那许大马棒有这么厉害？这个老王八犊子可狠了，打人专门用大棒打脑袋，一打一个准啊。你没看今天白天分地，好多人都不敢靠前吗？
就怕你们在这待时间不长。这天哪，那还是他们这些土匪老财的。他想的。营长，营长，停！营长啊，停！营长，怎么样？那边都准备好了吗？他把偷共党的人的门上啊都做了记号，画了圈啊。共党工作队啊没有几条枪，领头的是个娘们儿。听说官还不小，是个县长。我他妈还是旅长的，县长算个屁呀、啊！是那是，兵友们都给我听好了啊！今天的行动，谁他妈要不卖力气，我告诉你，回去我就把他剁不着。学习加皮沟。就他妈三个字，知不知道？烧杀抢。这回好啊，共产党他妈让我牙疼，我他妈就让他拉肚子窜稀。把你们大帽子给我准备好啊，给我抡起来，见着共产党就给我削，猛削。当然了，穷豹子也不放过，有一个算一个。同志，我是你的联络副官，出头露面啊不太方便，我就不奉陪了。你今天不应该来，你走，来。永琪啊，赶紧跟爹回去了。哎呀，爹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啊，你要害怕，你自己回家眯着去。要是许大麻烦真的来了，咱谁都没个好。还回去？永琪啊，跟爹回去走。你赶紧回去吧。走。局长，那你要这样的话，那你就不对。你不是要打共军吗？为什么要学习加皮沟啊？老本方，你敢违抗许旅长的命令？今天谁要是不卖力气，回去我他妈就把他剁了。老本方，你回来。嗯，对。啊！这带当家的，我毙了他。行了。对。啊！加皮沟，给我冲！弟兄们，冲！哇！小女儿就靠你了。不，这是文件，小白哥，到了关键时刻
千万别忘了把它毁掉了。我，李永琪，李县长，李永琪，李县长，你陆叔带着小白鸽冲出去，找到大部队来增援。快走，快走，再不走就没有希望了。快走，大哥，撤，快，快，撤，服从命令。快，大家到，有人跑了，追过去。撤，撤，撤。别动！直到现在还没有狗叫，可是你他娘的先栽了，就冲这一点。我兄弟小猪壮蓝平提供的情报，就是他妈给一挎兜子黄金都不换。乖乖的跟我走，借你这张大锅盖，我郑三炮今儿早上蒸他一锅谁吃谁死的开锅大馒头，给我带走。走，走，赶紧走。往哪儿躲呀？喂，大胖子，你们！哈哈，这回完了吧？站住！别打人了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别打人了！走！快点！住手！快！啊！哎呀！快！快！哎呀呀！哎呀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不错不错。我说老北风，一天说话底气的那么粗呢？哎呀，哎呀，脱不下来呀、啊！来，我给你揽开。
我告诉你们这些共产党穷帽子，我徐大马豹哪儿都没走，就在奶头山。你这么干嘛呢？啊，我他妈就种大烟，大烟就是吃喝，大烟就是打你们共产党的枪支和弹药。有了大烟我在乎谁呀？就他妈山神爷我也敢削他一梭子。他妈的该惹我这。来吧，啊，那个谁，那个谁是李永琪的爹啊？给我整出来。都过来，这几天你儿子好威风啊，兔子不吃窝边草呢，你儿子敢分我们老爷的地。我知道你是个忠厚的人，劝过你儿子他不听啊，但他的债得有人还。这老杂种，你倒是说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听说你16岁就参加了共产党，挺能耐，当上县长啊。在我们许旅长老家又分房子又分地，好欢实啊。妈的，今天我要分了你的尸。呸，你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乡亲们早晚会算清这笔血债。血债，哎呀，血债总得见点血吧。血债，关你血债，这就是血债，叫你血债，血债，这就是血债。呀，他妈的挺硬实，去你娘的，给我盯起来。那谁呀、啊、说滚过去，想死想活。啥呀，过去，要杀要看，我削他，随你便。得，我今天不杀不砍。来，下马。我今天就拿棒子削，信不信？都听好了啊，我今天就要看看是你们的骨头硬还是我的棒子硬。嗯，拿棒子来。你们他妈站挺直的，你小子啊，你要说啥？徐大马豹，哎，你给我听着，我听着。你可以打死我1000次，可你灭不了我心里这口真气。只要我这口真气在，京东的大雪就会把你埋了。你跑马圈地，霸占乡亲们的田地，你在人家的坟茔地上大庄盖房。你在庙门里奸淫妇女，你早该千刀万剐了。你个犟眼子，共产党的干部都他妈犟眼子，但是我还头一回遇到你这么一个女犟眼子。好，我今天要看看是你他妈这个县长能耐还是我这个旅长的恶。咱俩他妈的！站！哥，拖动，拖动！看你们喘气的，往他后头还给我削！啊！弟兄们，我跟你们说，就他妈3样东西不拿，尿罐子不拿。脸子不拿，磨盘不拿，剩下就他妈芥菜疙瘩也不能给他留下。把凡是跟共军有关系的女人都他妈给我拉到南大房子去。
十万训令。是，下面进行十万训令。都是入秋下来的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？你是？我说掌柜，你啥眼神啊？啊，这民主联军你瞅不出来啊？啊？哦，这个好啊，你们是赣州山海关来的大军吧？等，民主联军。民主联军，啊，大军好啊！幸会，长官，您坐。行，你别动，你别一口一个长一个官的，我没长没官，伙夫，做饭的。啊，民主联军好啊！好，我听说你们刚到那个牡丹江的时候。就把那些拜访你们、迎接你们的国民党党部的人一咕噜全都给逮住了。我说你从哪儿听到这谣言的？那，是那码事吗？那些人都什么人你知道吗？他们是成天祸害老百姓的乌龟王八蛋，知道吗？该不该抓？该啊。我们家里有个亲戚。家里也住着那个民主联军的人，啊，说你们呢整天净吃那高粱米籽儿，还说呢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。这你说对了，是啊，咱们呢要改善啊。你给我装一袋这个苞米面的，好，再给我整一袋这个大碴子，对，啊，别在这儿要，你看这啥，都五八了。天哪，到后面给我整的黄莹莹了。哎，你放心，好，哎，你放心。你说好了，少了你别赖我。哎，那能吗？哎，长官，你慢走。摆这点黄饼面袋子做粘豆包啊，贼好吃。你尝尝。你这啥意思？
你想害我是不是？哪能吧，这个哪能？队伍上可有纪律，不能白拿老百姓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好好做你的生意，别听外面瞎白话，也别传那谣言。哎哎哎，那以后你买粮啊，千万到我们店里来。那得看你的表现了。哼，你过两天给我准备两包白面，好，要上等的。好好，要那牡丹江火磨辣的。那你放心，包饺子吃。好好，哎，慢走啊。姑娘，没整冷水吧？瞧您说的，哪能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都给我调等最好的饲料，要精神，听到没？哎，多加点豆子，哎，再给我整点鸡子。怎么了？这哪儿怎么了？老孙家，他家儿媳妇冒月子。你给钱了吗？没有，我就知道你没有。咱队伍上这些好规矩啊，全让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给整没了。拿去，明天上街啊，买一斤红糖给送去，要谢谢人家，听到没？哪好意思用您钱呢？叫你就用呗，剩下钱够你买个冰糖葫芦的啊。你瞅着，人家一个丫头啊，骑着的马。跑了八九十里地地，你听着，是冒着土匪的枪子下出来，你能吗？我能。你能个屁！
查找我大爷。率领骑兵连去切断敌人的窜伤归路。参谋长，我本来不应该这样讲，但是今天却是个例外。你去吧。可以出发了吗？出发了。少将波同志，徐县长是你的条件，万一好，切记一定要谨慎。是你相信我的理智。谢天谢地，你总算是醒过来了。崔淑媛，哎，崔淑媛呢？崔淑媛，快点，等好了吗？哎，来，快搭把手把他扶起来。起来，来，趁热把他给喝了，暖暖身子。喝吧。啊，谢谢你，首长。乐啥乐啥？人家不知道吗？你听着，我没手没掌，我扶，记住了吗？交给你了，啊，你好好伺候他。哎，多烧点水。你脚咋样？躺下，躺下，躺下。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啊，好好养着。哎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，首长？又乐啥呀？围这么近干啥？没见过你的，走走走走。现在的任务，好好休息。这是你的吧？热浪，热量。
是娘。